你现在收看的是敬礼学长动口又动手系列，敬礼学长要教你怎么口手并用来把到妹。 Are you ready? Let's go! 嗨，四位妹妹，把你的双手借给我好吧。来，我们把它放成这样。我跟你讲哦，假如有一对情侣，一个男生在这里，一个女生在这里，可是他们中间隔着河又跳不过去，他们要怎么见面呢？不行，这样他们要怎么见面？他这个男生呢，就要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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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这里来。嗨，这位美女，你在这里会饿吗？有一点。我刚好手里有一个波德多娃煎饺跟你分享。好啊。想不想吃？想。我到底为什么要配合他？我跟你讲一个魔术哦。OK。只要你手这样搓搓搓，然后去闻的话，会有爱情的味道。有闻到吗？再试一次。搓搓搓，搓大力一点，搓大力一点，然后闻。这个男是把妹啊？其实没有在把妹，我就是为了弄他。